好了，是时候来点有意思的，跟着我去靶场。把这把枪捡起来，要知道子弹还有多少，你一定要自己检查弹匣。你现在弹匣是空的，去你的背包里找找弹药。千万别忘了，弹匣一定要放到弹挂里，这样才能快速换弹。没子弹了，快换弹。好了，到中间靶位那里去。在犹豫啥呢？快点，速度快点。在犹豫啥呢？快点，速度快点。在犹豫啥呢？快点。当你距离目标很远的时候，一定要抬枪瞄准。带点有意思的，试试我以前训练时的射击考核。还行吧，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最后一项了，去拿些手雷，就在你面前。摧毁那些靶子，干得不错。我们明天有个任务。我叫乔尔，是你的教官。现在和你以前参加的演习可不一样，没有满地装备让你武装自己，只有带入暗区的装备才能保护你的安全。一旦被淘汰，你所携带的武器装备都会丢在暗区，这些装备将被你带入战斗。面前就是目标别墅了，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要在里面找到暗区情报带回去。开始行动。
新来的，你搜一下，看看他身上有没有什么能用的。击败敌人、缴获装备是战场上最快捷的补给。这个游荡者看起来像是岗哨。记住，弹匣一定要放到弹挂里，这样才能快速换弹。别墅那边有枪声，大家打起精神来。注意角落，排查屋内情况。安全。安全。新来的，搜索保险箱，看看安全情报在不在里面。发现安全情报，这儿好像还有一个东西，检查一下。好东西，但前提是我们能带着他活着撤离。暂时没有发现其他的人，我们准备撤吧。十一点方向有伏击。解决掉他们，抓住他，处理报仇。此地不能活，枪声或者是其他的游荡者，拿上他们身上的弹药物资，马上撤离。活着出去，我们身上的东西才有价值。肯定听到了什么。放到这里吧。这里还很危险，拿好你的枪，现在得活着把安全情报带出去。走吧，我们去撤离点。打开地图，标记好撤离点，得尽快突围，从这里撤离。走北边小路会安全点。走大路虽然危险，但离撤离点更近。
没有摆脱危险，快一点离开这里。有人有战斗。搜一下，看看有什么能用的。前面是仓库区，保持警惕。解决了，这里有东西，过来看看。跟上我，枪声会引来别的敌人。
保持警惕，到前方小屋休整一下。侦查一下小屋周围，确保安全。有些医疗用品都带上，请都迅速一点。我在屋外等你。周围有敌人，送上门啊！你到底谁呀？你别跑啊！冰火，暂时安全了。撤离点就在那儿。看到前面的红烟了吗？在那里就能成功撤离了。停留在红烟的范围内，我们准备撤离。你打呀！听我的，继续前进。适应的怎么样了？我再带你熟悉下情。每次从战斗中回来，都需要整理从战局中带出的装备。每次成功撤离，你都可以每次结束战斗，记得把贵重物品放入仓库。战斗中没有，首先，我装备上我给你准备的弹挂。现在。装备一个空背包，进入战斗前请确保携带容量。我给你安排了一些任务，战斗中完成任务后可获得大量经验。你已经掌握了基本的技巧，是时候检验一下你的实战能力了。